放下贪恋牵挂，念着念佛往生。有人咧问我，你会惊死未？我甲伊讲，我唔惊死啊，我欢迎死。死落来去叫做世界，真正去了，迄不是讲一般咧讲的死，换一个道场来修行啊。伊这个所在，无论时间的长短，修叫做世界，唔通想讲咱到底安怎，工作要安怎？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安尼就对了。你是啊，公司去上班，做世间的业，世间敢会保着咱的生活收入支出，啊，都够了。其他时间全部拢用来做念佛求往生啊！甲念佛求往生，看作是咱家己眼前最重要一项大事啊！咱都要甲这项代志，甲这条路，甲了安。咱现在这个功德不得力。心内面牵肠挂肚的代志是足多，所以我来给你看，啊，你看伊袂着，心底若清净，无妄想，无杂念，我来给你看，你就会看到，佛是千百亿的化身，伊现身是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弥陀。观音跟咱偌亲切的，这个缘在掠条的，这个知影讲不服温啊。早一天来去叫做世界，这个父啊，念佛是真的，真修决定的成就，绝对会落空。只要开掠条的。正念不生啊，叫做世界就在你的眼前，安安的抓一条，不能够再去放松咯，真简单啦，无别项，就是讲肯放下誓言。这个对这个世界也还有一小牵挂啊，你就是。啊，你的麻烦啦、啊，风格真清气，特别是人情世故，难分难舍啦，都要一刀个斩断。知影讲这是假呀、啊，唔通好这代志拖掉的，这一生阁白过了，那都太可惜了。家叫做世界认真个聊条。一刻都拢未放松，甲阿弥陀讲，我决定要往生，你老大人就特别来开恩，帮助我伫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只求讲要带个往生，其他什么我嘛无求咯。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不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，同生极乐国。
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